韩愈是河南孟县人，他曾是唐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散文家和诗人，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对解放和扩大汉语的表达能力起过扭转风气的作用。他是个语言大师，写文章主张唯陈言之勿去，就是说务求避免用烂熟的词语。从这种主张出发，他创造了许多叫人耳目一新的词汇，如面目可憎、垂头丧气、不平则鸣、俯首贴耳、摇尾乞怜等等。这些词语又生动又形象，都被沿用至今。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鱼，哪用顾傍觞？匹夫汉大树，可笑不自量。这里不过是说，李白和杜甫都是伟大的诗人。无知小儿故意贬低李白，只不过像蚂蚁妄想撼动大树。可是被韩愈这么一写，就有一种震撼力。李白是个狂人，但李白的狂是用不屑一顾的微笑来看待一切权威，韩愈的狂则是走进人群吼出不同凡响的一声，使大家由不得都回头看看他。很显然，韩愈的不可一世虽然出自天性，但总使人感到有些过火。韩愈既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散文作家，自然不可能不把散文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诗中来，就是说不追求诗句的紧缩，而欣赏诗句的散文美，把散文化倾向引入诗中，也就是所谓的以文为诗。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笔赤脚老五尺。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且不说破屋数间而已矣是纯粹的散文句，还带知乎者也这类虚词，就是其他各句也都是散文化的，从语序看都符合口语的习惯。不过这种平直浅白的散文句却又别有一种潇洒自在，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喜欢在诗里融入哲理，《山石》这首诗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山石落却行径微，黄昏到寺别扶飞。深堂坐阶心与足，芭蕉叶大枝自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坐见稀。铺床扶席置羹饭，粗粒一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重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飞。
山红渐碧，风烂漫，时见风力今时为。当流赤足，踏剑石，水声唧唧，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拘束为人机。绝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把议论引入诗中，这可以说是韩愈开创的风气。可以这样来总结，韩愈是中唐，也是整个唐代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的诗狠重奇险，气魄宏大，想象丰富，像金风掠地，闪电腾空，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他追求新颖奇特，甚至不怕流于怪诞，他遣词造句、立意布局上都极力要从前人的圈子里跳出来，以期能产生一种不容抗拒的震撼力，使人耳目一新。不过他有时使用散文句太多，使人感到太平淡，或使用冷僻字太多，使人根本读不懂。他又爱在诗里发议论，以致有时造成说理的成分太重，虽然新奇，却往往没什么诗的味道。由于他的诗狠重奇险的风格特征非常突出，影响很大，同时缺陷也非常明显，因而在后世引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褒扬的说他超过杜甫，贬低的则说他根本不懂诗。宋朝人爱在诗里发议论，搬弄学问，就跟他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法门寺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里有镇寺之宝佛骨。为了这节佛骨，韩愈差点丢了性命。当时信佛的唐宪宗把佛骨迎入宫中，于是在京城长安引起轰动。针对这一事件，韩愈写了《论佛骨表》，指出信佛对国家没有好处。文中提到，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惹得怕死的唐宪宗勃然大怒，非要处死他不可。由于大臣们苦苦求情，他才算捡回一条命，被贬到广东潮州。韩愈启程去潮州时，路过陕西蓝田县的蓝田关，写了这首给他的侄孙韩湘的七律。一风潮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原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李白的诗是一口气喷出来的，韩愈也一样，不过李白随心情而定，也许是一声吼叫，也许是一声叹息，讲究的是自然。韩愈则不然，总的来说，使人感到就像唱黑头，运用了全身的气力，
猛一嗓子喊出来，要的是一下子把人镇住的效果。余谓之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安得长河大义，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此生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复前人。这里说的不过是庄子式的达观，把生和死等同起来。按常情来说，既然活得不觉得有什么可快乐的，宁愿得到解脱，那么接下来就应当说些一了百了的话。然而诗人只点到为止，立即就反弹回来，接上一句：安得长河大义，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希望能长出像庄子说的那种大如云团的翅膀，从天地间飞出去。这种事本来不管怎么淡化死亡的悲哀，调子也不可能高扬起来，诗人却硬是唱得如此悲壮，可见他绝不肯踩着别人的脚印去寻找宝藏，宁可流于怪诞而受指责，也不肯守住平庸而受吹捧。韩愈对孟郊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一有机会就为他扩大声誉。不查资料，就会以为这是一位长者在讲拔后进。其实韩愈比孟郊小17岁，两人只能算忘年交。他们写诗都好奇好逸，避俗求生，因而就称为韩孟诗派。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林琼去。妻子本来不愿意让丈夫出远门，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退一步，只求丈夫不要像司马相如走到临邛就爱上卓文君那样把自己抛弃了。这比做妻子的反复叮咛丈夫不要一走就忘了家更叫人心酸。孟郊最有名的诗是《游子吟》，据人统计，这是流传最广的诗中的一首。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按常情，游子衣服破了就会想家，回来就可能早一些。做母亲的却内心矛盾，既盼儿子早早归来，又怕衣服缝得不结实，破了没人补，特意临行密密缝，宁可自己倚门盼望，也不愿叫儿子为难。诗最感人的地方就在这里，讲究孝道讲究了几千年的国人，谁知道还要为这首诗流多少眼泪呢？
贾岛也是韩愈赏识的诗人，也以苦吟出名。他写过一首送吴可上人的五言律诗，里面有两句说：独行弹笛影，数溪戍边身。头一句写得艰辛奇巧，写人不说人，而说人映在潭水里的影子，这样从形影相调来着眼，就更显得行人的孤独和寂寞。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夜色，疑时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忧期不复言。黑云压城城欲摧，是经常有人引用的一句诗，大概谁都不会感到陌生，也许连引用的人也未必知道，这是被誉为鬼才的短命诗人李贺的作品。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齐。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中写一位将军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急关头带领士兵出击，诗中黑、金、胭脂、紫、红这些浓重的色块拼镶在一起，对比强烈，具有很强的刺激效果，再加上角声的凄厉、鼓声的沉闷，越发加重了苦战的悲壮。李贺只活了27岁，如果不是有记载，我们大概不会相信这是李贺18岁时的作品，意境这么苍凉，气势这么悲壮，难怪大诗人韩愈读起他的诗来不禁肃然起敬。乘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